吃饭今天是韭菜虎皮鸡爪虎皮红烧肉。咸鸭蛋，这个要滚，这是鸭蛋，辣椒雷皮蛋，这个是用我们四川人会麻辣酱做的，皮蛋没辣椒，好好吃。天热了，这个咸鸭蛋拿来下个粥，还是一绝。大黄好香。
我这里面有三种蛋，都是鸭蛋。它这里面都起沙了，扇子骨，我今天炸的比较干，好香。它的肉比较嫩，我这一包是炸了两袋，这样的话一包的话，它在外面饭店的话起码要好几十块，我们直接49.9给姐妹们发五袋哦。然后这个后面都有做法的，好吃，它真的这个扇子骨卖的比较好，也比较好吃。随便放点调料，我就放了一点生抽，放了一点，撒了点香辣料。这三只骨姐妹们可以试一试，骨头都香了。好吃，跟我儿子留点。
喜欢姐妹们可以试一试，再吃个小的吧。啊，没有小的了，随便吃一个。